醒了吗，小家伙？天王，嘿嘿，听说你想找回记忆，那我今天让你如愿以偿。老大，是司徒乐他们杀上来了。也该打了，你们几个看好他，我去会一会我们的客人。别跑。司徒乐，你找我？天王，把嘉怡还回来。你说谁？这就是山海经世界掌管刑罚的至高雨神，雨山之主西王母。西王母，掌管刑罚的女神，威严不可侵。司徒乐，没了你那位伙伴还来送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这里是玉山山道。刚刚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那个突然冒出来的剑木不但救了我们，还帮我们都变大了。不止如此，我扫描到了大量时空粒子残余，也就是说这里不是当时传送门之前的时间线，我们已经穿越到了五小时前的时空。啊，五小时前？那不就是嘉怡被抓走的时候吗？嘉怡，快追！糟了，卫兵！没事，我们人多。现在呢？跑啊！糟了，没路了！乐乐，抓住我的手！来不及了！钢铁飞龙，冲锋！哦，这！
飞龙的真正实力吗？地图更新中，成功！太好了，小新，快找找佳怡在哪里吧。等等，小新，地图上有没有一个叫做藏剑台的地方？藏剑台？对了，之前救了我们的剑木，的确让我们去那里来着。藏剑台？哎，找到了，刚好离这不远。我们最好去看看，说不定有能让我们回家的线索。可佳怡怎么办？看来我们要分头行事了。铁拳、小新、Maggie， 佳怡就交给你们了。是是，你们一定要把佳怡救出来呀！放心吧，钢铁飞龙是不会失败的。事成后，大家就到殿前广场会合。藏剑台就是这里。嗯，怎么又一个剑墓？对了，想到什么了？你们忘了吗？把我们传送到过去的时空，让我们来藏剑台的就是剑墓。你是说之前救了我们的剑墓就是另一个时空的我们自己？这样就说得通了。时空传送是天网怪兽里的标配技能，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把剑墓法杖的施力范围从植物扩大到全部生物。嗯，什么意思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只要我们拿下这个剑墓，你自然就会懂了，而且可能还有其他意外的收获呢。那把剑是庙下面居然还别有洞天啊，我们现在该怎么走？是佳怡的声音。别跑。可恶，别管天网了，救佳怡要紧。是钢铁飞龙，你们怎么进来的？我们是不会让你们过去的。您请。我跟你们拼了。不要打脸啊。怂包。佳怡醒醒。没用的。什么没用？你们对佳怡做了什么？那个小丫头的意识早就不在了，现在躺在那儿的只是一具空壳而已。啊！什么？这是剑墓。我们变大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赤焰，你们都是这样被变大的。快走！老小侠。去藏剑台，快走！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帮助我？乐乐，别管了，快离开！好你个司徒乐，居然敢偷我的怪兽！把
把佳怡交出来，否则我就让你尝尝被自己怪兽打败的滋味。那个小丫头就在这儿呀，怎么没看到？哪儿？在哪儿？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西王母就是你们要找的丁佳怡呀。什么？西王母就是你们找的丁佳怡。你骗人！那个剑木是乐乐他们。丁佳怡，他不是在这里吗？不知道，总之我们先过去。我可以利用这房间的能量从这儿传送过去。是那边时间线的丁佳怡吗？又来捣乱，先解决你们。怪兽大哥大姐，你有事好商量。商量个头啊，快跑。游戏结束了，司徒乐。佳怡，你听到吗？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我不知道天王对你做了什么，但是你千万不要让他得逞啊！没用的，他已经被我的系统重新打造，听不见的。我是西王母，天王是我的主人。不，你是我们的同伴啊！同伴。我们在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的美好记忆，你都忘了吗？不许伤害他们！我是不会让你伤害我的同伴的。同伴，同伴，同伴，同啊！怎么回事？怎么更改了射击目标啊？不许伤害我的同伴。佳怡，是佳怡吗？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，就是有点晕。乐乐，怎么了？这儿太危险，我们还是快点走吧。到处都塌了，能逃到哪儿？设备。海上好像有东西。那是天门。天门就是通往其他世界的大门，我在西王母的数据资料里面看到过。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回家了。可是打开天门还需要钥匙，是一把剑。剑？这个吗？乐乐，你拿到了，就是它。抓紧！
认得他们。他们都是从扶桑逃出来的怪兽。别怕，我跟你们一样，不会害你们的。我们要去天门，你知道怎么走吗？你们回去之后，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佳怡，要不你跟我们一起走吧。对了，这儿就是我家，而且这些就像我的家人，我不能丢下他们。行啊，西王母力量提升，解除力量限制，异世界最强的神。啊，怎么回事？我还以为没了佳怡，西王母就废了呢。你可别忘了，我是个天才，西王母程序里的每一条代码都清清楚楚地刻印在我的大脑之中，只要把机甲跟我的大脑相连，即使没有那个臭丫头，我同样也能驾驶西王母。乐乐，最后一站了，我们上吧。山海神兽融合召唤，神兽武斗王，这大海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。收手，做梦吧！你完蛋了，死徒乐！什么？我正愁没时间清理门户，你们倒是自己找上门来了。我是你们的创造者，你们的力量是我给的。我也同样可以召回他们。不！啊！别急，马上就轮到你们了。机体还没修理好吗？还差一点。再见。我们没事。那是大家，是他们保护了我们。不不不，你们都得听我的，我才是你们的主人。你还不明白吗？天王，虽然你是我们的创造者，但这不代表你可以控制意志。我们的意志，
佳怡，以前我不信任你，是因为你不是真正的丁佳怡。但现在，你是我们最值得信任的同伴，永远都是。相信我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。乐乐，一路保重。